帅哥，这不是小优我爱的冯叔吗？今天的出场方式未免也太帅了吧，简直符合了小优心中对高富帅的所有定义。而且哦，小优还听说冯叔此次不光光是代言人那么简单，还是该车类品牌的合伙人。既然是合伙人，那冯叔你有没有送车给你的亲亲女友妮妮嘞？因为他现在还不会开车，他还没有考到这个 driver license， 所以我这个先得，我的首先的目标是先得让他去学车。他应该是坐我的车最不晕，因为我在载他的时候开的比较慢。这么体贴的男朋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。妮妮，你们还不结婚吗？再不结婚，小优我上了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幻想有一个家庭。我看吧，今年已经反正是年底了，看看明年或者后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吧。因为他感觉是，现在还是很想在事业上边，有一些奋斗。我觉得这个过早的这个结婚生子也是。可能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吧，但是我就也确实也是在考虑这个事情了。到时候，如果我们定下来的方案，一定会告诉大家。优酷全娱乐，妮妮、冯叔的求婚，你听到了吗？上海报道。